哎，你最近好不好？那大家说好，你最近好不好？好，那感恩碰嘛，感恩碰就他妈就今天，哎。那个谢谢大家来，谢谢大家来，就是这个让他的最后做一个很完美的 ending 这样。然后很巧，就我今天刚好认识他30年，就30年前就是第一次跟他拍戏，对啊。然后虽然他后面几年就是因为个人的这个财务处理得不是很好，可是我觉得这个仍然不影响，就是我相信在观众心里面也好，或者在我们朋友之间也好，我觉得他一直都是一个很善良、很正直，然后很大方的一个好朋友。那我会记得他所有的好。上个月还上上个月，IG 嘛，IG 他敲我了，有一些事情问我，然后问一问，讲得不够详细，我们又通了一个电话，大家讲，大家讲。其实我们不会问，他也不会讲，因为他问我事情，那我只是回应他要问的事情，然后回应的不清楚，我们就通电话。通电话，你知道，我们男生就这样嘛。哎，你最近好不好？那大家说好，你最近好不好？好，那感恩碰嘛，感恩碰就他妈就今天，哎。